八年了，刚开始应该是异地之年，在两地的吧，这周次也一合适的，我就是头痛，现在就是呈现动不力。性物质、成瘾物质的一些药物，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，比如说感冒药，比如说止咳药，而且呢，用药的话一定要短期内使用，不能够超过一周的时间。然后呢，如果是说在超过一周以后症状还没缓解的话，就要及时去医院里面去就诊，看医生调整治疗方案，不要一味的去用这个药物来缓解症状。